We love, we hate, we stand afraid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OP Channel， 我是放逐老皮。耶哟，看我们今天有位特别来宾是谁呢？大家好，好了，大家看到，不想介绍，也是这样不简单吗？也这么简单介绍？我需要介绍吗？大家都看腻了，好不好？太糟糕，太糟糕，没关系，好了 ，OK。然后今天呢，我要跟坏东西来个生死对决，玩我们这个什么拉力赛，对不对？对，拉力赛，超级拉力赛哦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进入游戏，我们三战两胜决胜负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因为昨天晚上其实我跟老坏两个人这边练了蛮久的。然后我们练了那个涉谷，东京涉谷秋叶原已经被我们霸制了，然后还稍微练了一下那个伦敦嘛，伦敦有啊，伦敦嘛，那我们再选一个赛道，就是说就是完全随机的，随机的是不是？对，就让我们打到爆炸，所以就变成是两个我们熟悉的，一个是随机的，有觉得很刺激，有没有觉得很期待？我觉得有点害怕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你死定了，死定了，我跟你讲，赛车之王、哦，好啦，那我先开房哦，开，有吗？有吗？看到了吗？请开，好，三战两胜啊，老外这个有没有开车很紧张？跟你在路上开车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对啊，就一个可以油门吹到底，一个不用。你觉得哪比较简单？是在游戏中开的比较简单，还是在？当然是在游戏中啊。真的假的？我看你昨天一直撞啊，撞到不用负责啊。这哦，撞到不用负责是不是？比较简单。你觉得就只是这个理由而已嘛？好，开始了。哦，难度可高哦。你看我的赛车座椅，赛车好啊，来啊来啊，赛车座椅啊，你就不要开一开，等一下整个人都撸出去啊！来妹，先赢我再说啦。那你看不到我车尾灯啊，红色的车子，我藤原拓皮耶，开玩笑，秋名山车神，你藤原拓奶吧？哎呦，啊，藤原拓皮啊，有没有？忙哎哎哎，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再下流一点，再下流一点，哎、下流哥呢哈？很卑鄙嘛，直接用撞的啊！开玩笑，好，现在第一个弯道了，老坏马上就被我甩在后面了。哇，你这样开车，小心在路上被拦下来啊！不会啦，怎么可能被拦下来？我跟你讲，我打挡甩尾，有没有？这个弯道完美过弯。哎呀，哎，老坏，我看不到你哎，车尾灯没有你哎，车尾灯没有我。对啊，车尾灯没有你啊，看不到我的车尾灯、啊。哎哎哎，我撞了，我撞了。Shit！ 哦，是不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、欸，这不是啊、哎，你好，这不是我熟悉的场地吗？为、哎、什么这样？借过，借过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借过，借过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！不要在那后面撞我了，好不好？我紧紧的鬼行你，你很变态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不要再撞我喽、啊！不要再撞我喽！哎、欸，太卑鄙了，你在怕的啦？不行哦。想跑？我跟你讲，这个秋叶原，我三不五时就来这边开车啊。是吗？你确定是来开车的？就来开各种车头灯啊。哦，开车头灯是？开玩笑，哪间女仆店我没有前面路过啊，因为我不敢进去啊。还没有揪。对啊。来啊来啊来啊，死党哥！我现在老坏在后面追得很紧哦。还跟踪你？哎，我在我方向盘，我方向盘掉下来了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没锁紧，我方向盘没锁紧啊。等一下等一下。哎、欸，我这样很危险的，我方向盘随时会往后退、欸。啊，不错啊，不错啊，屁啦！哎、欸，这时常看电影都会有人方向盘掉下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撞车了，方向盘、啊、撞车是不是？你撞车是不是？撞车就补一下刀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补刀了，这很贱哎、欸！哇，补刀是成功的一半、啊。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一个成功，一个成功的一半。我要靠我的技巧来压制。技巧什么都是。车尾灯。哎哎哎 ，baby， 太 baby 了。起飞来。太 baby 了，这个太 baby 了。来了来了，哎呦，一个逆转啊，一个逆转。有没有很刺激？哦，实力相当的对决。没办法承认这种胜利的方式。不会，跟你讲，这种胜利方式才是真的王道啦。房车拉力赛就是这样开的啊，你是没有看过那个吗？真正人家在外面比赛就这样开车的、啊。是吗？对啊，开玩笑。我现在看的是这个。他们的那个地铁站啊，地铁站。哎呦，最后一圈喽 ，final round 喽，老外有机会吗？跟上啊！哎、欸，我没看到你，车尾灯怎么没有你的影子？哎、欸，不要太嚣张啊！你要 fiber 了，赔得够了，老外。哎呦，你们怎样？哎呦，追上来了，追上来了。开得很快。站甩尾，开玩笑，我四档切到底哎、欸！你这样子不行啊，会不会拍照？我油门没放的、欸，开玩笑。开慢。我当年每天晚上送帮爸爸送豆腐，对不对？送豆腐。对啊，送豆腐，我都没有踩刹车的，直接开到底的啦。哎呦哎呦，然后剩下三四个弯道了，我们只要稳稳的，只要失误就可以赢得第一场胜利啊！失个误嘛，撞个墙啊，对不对？不会啊，怎么可能会撞墙？那个墙看起来很诱人啊，碰一下。这边是
我的怎么讲，闭着眼睛都会开的地方哎。哇，那也不然你先闭。昨天晚上玩在场地玩了一整晚，跟你我们两个不是在比时间吗？你要不要考虑先闭？我先一起闭。看撞撞可以。哎呦，有了，最后玩到啊，老外，老外没机会了。三分三十七，虽然不是我最好的成绩，不过我已经可以足以打败老外了。也不是我最好的成绩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两个互相开的时候成绩变换变这么差、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原本大概开三分十七左右啦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互尬之后成绩就突然互相变差。一定是你撞的关系、啊，互相牵制的关系啊。一定是你撞。好，没关系啊，这个第一场由我这个侥幸拿下胜利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刚才真的是还蛮些微差距啦，差几秒钟而已吧。差几秒钟，没有第二场你就没那么好运了。我用真实一把你甩开，好不好？不用这种小人步数，真的吗？只会靠别人车尾灯，小人步数。嗯，我觉得你对我的屁股很有兴趣啊。你看我的 A185 啊 ，A185， 我的车牌真的是85结尾的、啊。我不是86，哎，是八的，真的假的？对啊 ，BS86。哇塞，可是我白色，我还是上雷诺啊。还是上雷诺，特雷诺啦，不是上雷诺。上雷诺，上雷诺都出来了。上雷诺是不是？因为我们这个场地是法国、啊。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因为搬出上雷诺就会有地主优势？开玩笑，地主优势没有，全是不可能的。而且不知道怎么日本人很喜欢上雷诺。哎、欸，你看，马上就要撞我了啊！没有了，第一个弯道是一个法家弯。太卑鄙，太卑鄙！哎、欸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这叫做礼尚往来，礼尚往来，这叫做卑劣战术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稳稳的，这边三档在切弯，好打四档。我三档切弯呢、欸、哦。OK， 我会过。挡煞，你看这技巧要挡煞，好不好？听过什么挡煞吗？有，有很容易说。好，那个刹车，我发现我坐错椅子了，这个椅子会往后滑。OK， 好，现在这个弯道很顺利哦，老外被我甩在后面了，打一个五档。哇，打到五档去了。哎，五档撞车。好，打回三档的时候速度比较快，打回三档。真的看不到人。哎喂，哎，哎哎，我刚才刻意这样子停下来等你一下，你看到我吗？我、哦、没有没有，这条是啊，你在旁边想过弯，你想过弯、欸欸欸，想过弯，我跟你讲，挡切战术啊，很卑鄙，很卑鄙，这是赛车常用的技巧。OK， 很卑鄙，不跟你啰嗦的啦啊，不愧是我认识最卑鄙的赛车手，开玩笑，最卑鄙赛车手这种称号，当年对不对？赤色彗星就被我这样打爆了，赤色彗星。开玩笑，还有那个什么赤城那个叫什么队伍的、啊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个当年那两个兄弟啊，高桥什么鬼的，我名字都记不得啊。不过手下败将，还是手下败将吧。高桥凉面，高桥凉面啊，跟高桥启桥啊。高桥凉面哪位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要问我。好，现在是吗？比赛来到第二圈的中间了啊，快接近赛末点了。老坏现在跟我们距离有一小段，大概15到20秒左右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明他在我后面。你看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消失了。好，老外来啊，老外来啊！一定是你在我们车上动了手脚。我怎么很动也动手脚啊？你想太多了。这时候被害妄想。好，第三圈喽，第三圈喽。老外，你第二圈跑完了没？快完了。开这么快会不会累啊？我故意都破了，故意都破了，开故意都破了。没有，我是用轨道车流的开车方式，用撞的就撞的吧。对呀、啊，轨道车流的、啊，一弯一弯一弯，呜。OK， 好，只有两个弯道，这边不能失误，失误的话我就真的要吃大便了。OK， 哎、欸，电爆你了、欸！哎、欸，你到了吗？我已经到终点了、欸，到了。我现在还在看你的画面呢、欸。现在到了吧？真的、啊，欸、现在才跳出来啊！太夸张了。好，快进，就会找准这个终点了。哇，帅气的甩尾，最近都是突围啊。没关系啦，这个场地我们随机打的。随机啊。虽然说三战两胜，你已经输了。我已经输两场。对啊，那怎么办？最后一场运动这样精神，我们还要打完，好不好？不能这样子，这种不战而胜的那种，我真的觉得没有意思。我说22秒。22秒到底怎么来的？你知道为什么会说22秒？我自己也不知道、欸。对啊，奇怪，我没跑过这么烂。因为我看你刚才没撞什么东西啊。对啊，为什么？那为什么会输那么多？为什么？究竟啊，究竟？难道啊？最后回合，最后回合啊！
哇，雪地呢啊、哦！我有点痛咯，雪地关卡不容易呢。没道理出那么多。红色在这个雪地上面更加的那个凸显，特别显眼。对对对，更好撞的。好，来啊来啊，准备了。Go！ 我来换来。哇、欸欸！一来就撞，哎、欸，出去了。一开始就想撞出去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明明就是你靠过来的，然后老外就这样子，这样输了吗？难不成你要三战全败吗，老外？最后一圈喽，最后一圈喽，好了，我们这边等老外还好。最后一圈我跟你光明正大两个人同时对决，好不好？哦，光明正大，所以不要说我这样子就是。你现在说光明正大，表示你刚刚都在小人手段喽。OK 吗 ？OK 吗？单手开车了，单手开车了，哎呦，好快哦！单手开呢哦，单手开，单手开。哦，前面白雪渺渺，有人还在，人还切四档哦。跟你讲，五档还是王道啦，不要飞出去哦。不会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飞出去？为什么飞出去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切五档没飞出去，你切四档飞出去了？哇，你的屁股这个。直接撞进来啊！好臭妈！那我哪有撞你？好强的屁股！撞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！不是这样开的吧？我还不撞你？什么？哎、欸，这种撞的这种行为都应该是我来做，还对啊？为什么？就是玩赛车之后发现都是你做这种东西、啊。别走啊！我觉得撞一次不够啊！多撞几次啊！好了，那你输了感想是？没有感想。不是我赛车技术真的很强，就是太吓人。哎。我竟然说你撞我，你说我下流，我这个我撞你，这个哎、欸、这样，因为我知道有虽然说有些人开车之后啊，啊哈，握了方向盘个性就会大转变， 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子啊。对，你的转变是什么？我没什么转变，就是一样很厉害啊。是吗？对啊，你这种意思你好，这种话你好意思讲，这稍微变得有点臭屁了一点，但是还是很强啊，真的很强。那就是臭屁哦，就是臭屁啊，爽臭屁一波、啊，所以握上去就是臭屁就对了。啊，那不然的话我们再打两场好不好？又得打两场，真的啊？好好好 ，OK 吧？来来来来，哇，这车很趴哎、欸，前面多两颗，真的。夜冲夜冲，咱们来夜冲阳明山啊 ，OK 吗 ？Go！ 好，现在老坏马上被我堵在后面喽，结果一样的战术，战术一哥啊，还放烟火呢哈。干嘛想干嘛？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很卑鄙，很卑鄙，很无耻，很无耻！想撞？想撞？打死谁撞谁啊？对啊，撞了撞了！没敢大家一起撞。我跟你讲，这叫做倒车入库直线转弯法，好不好？最好是哦。先倒车入库撞到对面后面的墙壁之后呢，以正向的嘛180度的角度直接撞，直接出车祸，真的啦！技术就是这样用出来的，骗术是这样用出来的。追得很紧哦，可是我看好像有人被甩开了。哎、欸，你的东西掉？没有，没有掉。有啦有啦，你的办法掉。我没有办法就掉。快最好我那么一台车才几个办法。真的啦，你快回来捡哦。我不用，我要倒车入库，直角转弯法。你看这这比那推边拓海拖跑法还要更有更科学根据，好不好？你何不倒着开呢？哎、欸，可恶，倒车入库失败啦。直接倒了开。完了，好，老外就上来了，老外就上来了，快点啦，快一点！啊啊！感觉到啊，这样子，算你运气了。没有，就是死命，就是死命。好啦，4秒钟，那是不是真的要愿赌服输啊？要干嘛？没有啊，其实也没干嘛。下次。对，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还穿什么样？情侣装哎。哦，脱掉好了，不用这样子好不好？跟我去一张，这很丢脸吗？是没有到很丢脸，就是不太想而已。啊、算了算了，不够意思了。好了，然后观众，那我们今天队友像这样嘛，那谁才是真正的赛车之王？相信各位一目了然的哈，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啊。那下次希望那个老坏有机会回去练一练，那再跟我来挑战一下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再约下一次啊。爽啊！那我们就先到了。那各位观众，我是郝皮，我是关东西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